警队的缉毒之声沦为毒瘾成声，到底是谁陷害他？高中同学突然死亡，成为50亿元保险受益人的染毒警察和贪钱记者再次相遇。我个人打好盾，这个阿拉斯玛的死亡真相的背后有多少未知的谜团？雌性田美都主演韩国悬疑剧集《联结》已经登录 MyTV Super， 登记用户头两集免费收睇。얘가죽인거네가다시킨거잖아